其实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在作为七生还没有出道的时候，偷偷的套路过会长。这个有点厉害了。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会长和那个娜娜万丽娜前辈在下面吃饭，我很激动，哇，活的会长和万丽娜前辈，活的，然后我就很激动，用那个就超速多少马赫的速度冲上楼，拿了一罐酸奶，然后又冲下楼，然后毕恭。等一下，有两个人拿了一罐，什么意思？我拿了两板。哦，两板。对，然后毕恭毕敬的90度鞠躬，把酸奶递了出去。对，特别激动了，活的。然后晚上我就看到，不知道哪个前辈，好像是万丽娜前辈发了一条微博说蹭到了会长小迷妹的酸奶，其实那个就是我。哎呦。没想到吧，想不到吧，惊不惊喜，不到吧，刺不刺激，意外不意外，刺激刺激刺激。